报告会现在继续开会，在进行讨论事项之前，先处理国民党党团所提变更议程之动议，共一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案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十四次会议拟请变更议程，将委员郑天才等二十人拟具《野生动物保育法》第二十一条之一及第五十一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案，自经济委员会抽出进附二读，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国民党党团提议有异议？好，没有异议，我们做以下先宣告：委员郑天才等二十人拟具《野生动物保育法》第二十一条之一及第五十一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至经济委员会抽出进附二读，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一案，洗钱防治法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分别于105年6月30日、9月22日、10月26日、11月3日、11月16日及12月1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分别由召集委员尤美女、林维洲、许淑华担任主席。除邀请委员说明提案要旨外，亦请相关单位派员列席说明，并答复委员询问。为其集思广益、博采周资、必专致慎，以使本法之规范更为周严，本会并由尤召集委美女于105年10月20日召开洗钱防治法修正草案公听会，以求集思广益，充分查纳学者专家之多元意见，工作立法参考。本案于6月30日、9月22日及10月26日分别进行提案说明、报告及询答完毕，旋于11月3日、11月16日及12月1日审列大体讨论，进行逐条审查，将全案审查完竣，另通过附带决议三项。原经决议，以上十案均审查完竣，并案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本案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尤美女出席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由委员美女补充说明。好，不说明。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那么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洗钱防治法，请宣读条文第一条。第一条，为防治洗钱打击犯罪，健全防治洗钱体系，稳定金融秩序，促进金流之透明，强化国际合作，特制定本法。宣读完毕。第一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二条。第二条，本法所称洗钱，指下列行为：一、意图掩饰或隐匿特定犯罪所得来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诉而移转或变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饰或隐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质、来源、去向、所在、所有权、处分权或其他权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宣读完毕。第二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三条。第三条，本法所称特定犯罪，指下列各款之罪：一、罪轻本刑为6月以上有期徒刑之以上之刑之罪；二、刑法第121条第一项、第123条、第201条之一第二项、第268条、第339条、第339条之三、第342条、第344条、第349条之罪；三、惩治走私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三条第一项之罪；四、破产法第154条、第155条之罪；五、商标法第95条、第96条之罪；六、废弃物清理法第45条第
一项后段第四十七条之罪，其税捐稽征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及第四十三条第一项、第二项之罪；八、政府采购法第八十七条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第八十九条、第九十一条第三项、第一项、第三项之罪；九、电子支付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十五条之罪；十、证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项、第二项之罪；十一、期货交易法第一百十三条第一项、第二项之罪；十二、资恐防治法第八条、第九条之罪；十三、本法第十四条之罪。宣读完毕。第三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四条。第四条，本法所称特定犯罪所得，指犯第三条所列之特定犯罪而取得或变得之财物或财产上利益及其孳息，前项特定犯罪所得之认定，不以其所犯特定犯罪经有罪判决为必要。宣读完毕。第四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五条。第五条，本法所称金融机构包括下列机构：一、银行；二、信托投资公司；三、信用合作社；四、农会信用部；五、渔会信用部；六、全国农业金库；七、办理除金汇兑之邮政机构；八、票券金融公司；九、信用卡公司；十、保险公司；十一、证券商；十二、证券投资信托事业；十三、证券金融事业；十四、证券投资顾问事业；十五、证券集中保管事业；十六、期货商；十七、信托业；十八、其他经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指定之金融机构；办理融资性租赁业务之事业，适用本法关于金融机构之规定。本法所称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系指从事下列交易之事业或人员：一、银楼业；二、地震市及不动产经纪业，从事与不动产买卖交易有关之行为；三、律师、公证人、会计师，为客户准备或进行下列交易时：一、买卖不动产；二、管理金钱、证券或其他资产；三、管理银行储蓄或证券账户；四、提供公司设立、营运或管理服务；五、法人或法律协议之设立、营运或管理以及买卖事业体；四、信托及公司服务提供业为客户准备或进行下列交易时：一、担任法人之名义代表人；二、担任或安排他人担任公司董事或秘书、合伙人或在其他法人组织之类似职位；三、提供公司合伙或其他形态商业经注册之办公室、营业地址、居住所、通讯或管理地址；四、担任或安排他人担任信托或其他类似性契约性质之受托人或其他相同角色；五、担任或安排他人担任实质持股股东；五、其他业务特性或交易形态，亦为洗钱犯罪利用之事业或从业人员。第二项，办理融资性租赁业务事业之范围，第三项第五款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其适用之交易形态，即得不适用第九条第一项申报规定之前项各款事业或人员，由法务部会同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报请行政院指定。第一项金融机构，第二项办理融资性租赁业务事业及第三项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所从事之交易，必要时得由法务部会同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指定其使用现金以外之支付工具。第一项、第二项及前二项是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认定有疑义者，由行政院指定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前三项之指定其事务设司法院者，由行政院会同司法院指定之。宣读完毕。第五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六条。第六条，金融机构应订定防治洗钱注意事项，报请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备查，其内容应包括下列事项：一、防治洗钱及打击资恐之作业及内部管制程序；二、定期举办或参加防治洗钱之在职训练；三、指派专责人员负责协调监督本注意事项之执行；四、其他经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指定之事项。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之防治洗钱注意事项，得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订定之。
前二项防治洗钱注意事项之执行，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应定期查核，并得委托其他机关各法人或团体办理。第一项金融机构及第二项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规避、拒绝或妨碍查核者，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处金融机构新台币5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款。除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新台币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宣读完毕。第六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七条。第七条，金融机构及决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应进行确认客户身份程序，并留存其确认客户身份程序所得资料。其确认客户身份程序应以风险为基础，并应包括实质受益人之审查。其向确认客户身份程序所得资料，应自业务关系终止时起至少保存5年；临时性交易者，应自临时性交易终止时起至少保存5年，但法律另有较长保存期间规定者，从其规定。金融机构及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对于现任或曾任国内外政府或国际组织重要政治性职务之客户或受益人，与其家庭成员及有密切关系之人，应以风险为基础执行加强客户审查程序。第一项确认客户身份范围、留存确认资料之范围、程序方式及前项加强客户审查之范围、程序方式之方法，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会商法务部及相关机关定之。于订定前，应征询相关工会之意见。前项重要政治性职务之人与其家庭成员及有密切关系之人之范围，由法务部定之。违反第一项之第三项规定及前项锁定办法者，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处金融机构新台币5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款；除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新台币50000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宣读完毕。第七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八条。第八条，金融机构及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因执行业务而办理国内外交易，应留存必要交易记录，前项交易记录之保存自交易完成时起应至少保存5年，但法律另有较长保存期间规定者，从其规定。第一项留存交易记录之适用交易范围、程序方式之办法，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会商法务部及相关机关定之。于订定前，应征询相关工会之意见。违反第一项、第二项规定及前项锁定办法者，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处金融机构新台币5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款；除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新台币50000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宣读完毕。第八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九条。第九条，金融机构及决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对于达一定金额以上之通货交易，除本法另有规定外，应向法务部调查局申报。依前项规定为申报者，免除其义务上应保守秘密之义务。第一项一定金额通货交易之范围、种类、申报之范围、方式及程序之办法，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会商法务部及相关机关定之。于订定前，应征询相关工会之意见。违反第一项规定及前项锁定办法者，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处金融机构新台币5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款；处指定之非金融人员、非金融事业或人员新台币50000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宣读完毕。第九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十条。第十条，金融机构及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对疑似犯第14条、第15条之罪之交易，应向法务部调查局申报。其交易未完成者，一同依前项规定为申报者，免除其业务上应保守秘密之义务。第一项之申报范围、方式、程序之办法，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会商法务部及相关机关定之。于订定前，应征询相关工会之意见。前项第七条第
四项、第八条第三项及前条第三项之办法，其事务设司法院者，由司法院会商行政院定之。违反第一项规定及第三项所定办法者，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处金融机构新台币5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锾，处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新台币5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锾。宣读完毕。第十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十一条。第十一条，为配合防治洗钱及打击资恐之国际合作，金融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得自行或经法务部调查局通报，对洗钱或资恐高风险国家或地区为下列措施：一、令金融机构强化相关交易之确认客户身份措施；二、限制或禁止金融机构与洗钱或资恐高风险国家或地区为汇款或其他交易；三、采取其他与风险相当且有效之必要防治措施。前项所称洗钱或资恐高风险国家或地区，指下列之一者：一、经国际防治洗钱组织公告防治洗钱及打击资恐有严重缺失之国家或地区；二、经国际防治洗钱组织公告未遵循或未充分遵循国际防治洗钱组织建议之国家或地区；三、其他有具体事证任有洗钱及资恐高风险之国家或地区。宣读完毕。第十一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十二条。第十二条，旅客或随交通工具服务之人员出入境携带下列之物，应向海关申报，海关受理申报后应向法务部调查局通报：一、总价值达一定金额以上之外币、香港或澳门发行之货不及新台币现钞；二、总面额达一定金额以上之有价证券；三、总价额达一定金额以上之黄金；四、其他总价值达一定金额以上且有被利用进行洗钱之余之物品，以货物运送、快递、邮寄或其他相类似之方法运送前项各款物品出入境者，出入境者一同。前二项之一定金额油价证券、黄金物品受理申报与通报之范围、程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财政部会同会商法务部、中央银行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定之。外币香港或澳门发行之货币，未依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申报者，由海关没入之；申报不实者，其超过申报部分由海关没入之。有价证券、黄金物品，未依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申报或申报不实者，由海关可以相当于未申报或申报不实之有价证券、黄金物品价额之罚锾。新台币依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申报者，超过中央银行依《中央银行法》第十八条之一第一项所定限额部分，应予退运；未依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申报者，由海关没入之；申报不实者，其超过申报部分由海关没入之，均不适用《中央银行法》第十八条之一第二项规定。大陆地区发行之货币依第一项、第二项规定，依第一项、第二项锁定方式出入境，应依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相关规定办理。总价值超过同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五项锁定限额时，海关应向法务部调查局通报。宣读完毕。第十二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十三条。第十三条，检察官于侦查中有事实足认被告利用账户汇款、通货或其他支付工具犯第十四条及第五条之罪责，得申请该官法院指定6个月以内之期间，对该笔交易之财产为禁止提款、转账、付款、交付、转让或其他必要处分之命令，其情况急迫，有相当理由足认非立即为上开命令不能保全得没收之财产或证据者，检察官得禁命执行之，但应于执行后3日内申请法院补发命令。法院如不于3日内补发，或检察官未于执行后3日内申请法院补发命令者，应即停止执行。前项禁止提款、转账、付款、交付、转账或其他必要处分之命令，法官于审判中得以职权为之。前二项命令应以书面为之，并准用刑事诉讼法第128条规定。第一项之指定期间如有继续延长之必要者，检察官应
减负具体理由，致使于期间届满之前五日申请该管法院裁定，但延长期间不得逾六个月，并以延长一次为限。对于外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依第二十一条所签订之条约或协定，或基于互惠原则请求我国协助之案件，如所涉之犯罪行为符合第三条所列之罪，虽非在我国侦查或审判中者，亦得准用前四项规定。对第一项、第二项之命令、第四项之裁定不符者，准用刑事诉讼法第四编抗告之规定。宣读完毕。第十三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十四条。第十四条，有第二条各款所列洗钱行为者，处七年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500万元下罚金；前项之未遂犯罚之。前二项情形不得可以超过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宣读完毕。第十四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十五条。第十五条，收受持有或使用之财物或财产上利益，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无合理来源且与收入显不相当者，处六月以上五年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500万元下罚金。一、冒名或以假名向金融机构申请开立账户；二、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金融机构申请开立之账户；三、规避第七条至第十条锁定洗钱防治程序，前项之未遂犯罚之。宣读完毕。第十五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十六条。第十六条，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从业人员，因执行业务犯前二条之罪者，除处罚行为人外，对该法人并科以各该条所定之罚金。犯前二条之罪，在侦查或审判中自白者，减轻其刑；前二条之罪，于中华民国人民在中华民国领域外犯罪者，适用之。宣读完毕。第十六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原现行法第十二条照行政院提案删除，请宣读第十七条。第十七条，公务员泄露或交付关于申报疑似犯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之罪之交易，或犯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之罪嫌疑之文书、图画、消息或物品者，处三年下有期徒刑。第五条第一项至第三项不具公务员身份之从业人员，泄露或交付关于申报疑似犯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之罪之交易，或犯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之罪嫌疑之文书、图画、消息或物品者，处二年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币50万元下罚金。宣读完毕。第十七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十八条。第十八条，犯第十四条之罪，其所移转、变更、掩饰、隐匿、收受、取得、持有、使用之财物或财产上利益，没收之；犯第十五条之罪，其所收受、持有、使用之财物或财产上利益一同，以集团性或长期性方式犯第十四条或第十五条之罪，有事实足以证明行为人所得支配之前项规定以外之财物或财产上利益，系取自其他违法行为所得者，没收之。对于外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依第二十一条所签订之条约或协定，或基于互惠原则请求我国协助执行扣押或没收之案件，如所涉之犯罪行为符合第三条所列之罪，不以在我国侦查或审判中者为限。宣读完毕。第十八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十九条。第十九条，犯本法之罪，没收之犯罪所得为现金或有价证券以外之财物者，得由法务部拨交检察机关、司法警察机关或协助或其他协助查缉洗钱犯罪之机关做公务上使用。我国与外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依第二十一条所签订之条约或协定，或基于互惠原则协助执行没收犯罪所得或其他追讨犯罪所得作为者，法务部得依条约、协定或互惠原则，将该没收财产之全部或一部拨交该外国政府机关或国际组织，或请求拨交没收财产之全部或一部款项。前二项没收财产之拨交办法，由行政院定之。宣读完毕。第十九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请宣读第二十条。第二十条，法务部办理防治洗钱业务的设置基金，宣读完毕。第二十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为防治洗钱，政府依互惠原则，得与外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签订防治洗钱之条约或协定，对于外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请求我国协助之案件，除条约或协定另有规定者外，得基于互惠原则提供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二条受理申报或通报之资料以及及其调查结果。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香港及澳门间之洗钱防治准用前二项规定。宣读完毕。第二十一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二条、第六条第三项之查核，第六条第四项、第七条第五项、第八条第四项、第九条第四项、第十条第五项之裁处及其调查，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得委办直辖市、县市政府办理，并由直辖市、县市政府定期呈报查核成效。宣读完毕。第二十二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本法自公布日后六个月施行。宣读完毕。第二十三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及国民党党团分别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议？好，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一条，为防治洗钱、打击犯罪，健全防治洗钱体系，稳定金融秩序，促进金流之透明，强化国际合作，特制定本法。第二条，本法所称洗钱指下列行为：一、意图掩饰或隐匿特定犯罪来所得来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诉而移转或变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饰或隐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质、来源、去向、所在、所有权、处分权或其他权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第三条，本法所称特定犯罪指下列各款之罪：一、罪经本行为六月以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之罪；二、刑法第121条第一项、第123条、第201条之一、第二项、第268条、第339条、第339条之三、第342条、第344条、第349条之罪；三、惩治走私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三条第一项之罪；四、破产法第154条、第155条之罪；五、商标法第95条、第96条之罪；六、非机务行理法第45条第一项后段、第47条之罪；七、税捐稽征法第41条、第42条及第43条第一项、第二项之罪；八、政府采购法第87条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第89条、第91条第一项、第三项之罪；九、电子支付机构管理条例第44条第二项、第三项、第45条之罪；十、证券交易法第172条第一项、第二项之罪；十一、期货交易法第113条第一项、第二项之罪；十二、资恐防治法第八条、第九条之罪；十三、本法第14条之罪。第四条，本法所称特定犯罪所得，指犯第三条所列之特定犯罪而取得或变得之财物或财产上利益及其孳息，其向特定犯罪所得之认定，不以其所犯特定犯罪经有罪判决为必要。第五条，本法所称金融机构包括下列机构：一、银行；二、信托投资公司；三、信用合作社；四、农会信用部；五、渔会信用部；六、全国农业金库；七、办理除金汇兑之邮政机构；八、票券金融公司；九、信用卡公司；十、保险公司；十一、证券商；十二、证券投资信托事业；十三、证券金融事业；十四、证券投资顾问事业；十五、证券集中保管
事业、十六期货商、十七信托业、十八其他经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指定之金融机构办理融资性租赁业务之事业，适用本法关于金融机构之规定。本法所称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系指从事下列交易之事业或人员：一、银楼业；二、地政事及不动产经纪业，从事与不动产买卖交易有关之行为；三、律师、公证人、会计师为客户准备或进行下列交易时：一、买卖不动产；二、管理金钱、证券或其他资产；三、管理银行储蓄或证券账户；四、提供公司设立、营运或管理服务；五、法人或法律协议之设立、营运或管理以及买卖事业体；四、信托及公司服务提供业为客户准备或进行下列交易时：一、担任法人之名义代表人；二、担任或安排他人担任公司董事或秘书、合伙人或在其他法人组织之类似职位；三、提供公司、合伙或其他形态商业经注册之办公室、营业地址、居住所、通讯或管理地址；四、担任或安排他人担任信托或其他类似契约性质之受托人或其他相同角色；五、担任或安排他人担任实质持股股东；五、其他业务特性或交易形态亦为洗钱犯罪利用之事业或从业人员。第二项办理融资性租赁业务事业之范围，第三项第五款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其适用之交易形态，即得不适用第九条第一项申报规定之前项各款事业或人员，由法务部会同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报请行政院指定。第一项金融机构，第二项办理融资性租赁业务事业及第三项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所从事之交易，必要时得由法务部会同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指定其使用现金以外之支付工具。第一项、第二项及前二项之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认定有异议者，由行政院指定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前三项之指定其事务设司法院者，由行政院会同司法院指定之。第六条，金融机构应订定防治洗钱注意事项，报请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备查，其内容应包括下列事项：一、防治洗钱及打击资恐之作业及内部管制程序；二、定期举办或参加防治洗钱之在职训练；三、指派专责人员负责协调监督本注意事项之执行；四、其他经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指定之事项，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之防治洗钱注意事项，得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订定之。前二项防治洗钱注意事项之执行，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应定期查核，并得委托其他机关、购法人或团体办理。第一项金融机构及第二项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规避、拒绝或妨碍查核者，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处金融机构新台币5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除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新台币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锾。第七条，金融机构及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应进行确认客户身份程序，并留存其确认客户身份程序所得资料，其确认客户身份程序应以风险为基础，并应包括实质受益人之审查，前项确认客户身份程序所得资料应自业务关系终止时起至少保存5年，临时性交易者应自临时性交易终止时起至少保存5年，但法律另有较长保存期间规定者，从其规定。金融机构及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对现任或曾任国内外政府或国际组织重要政治性职务之客户或受益人，与其家庭成员及有密切关系之人，应以风险为基础执行加强客户审查程序。第一项确认客户身份范围、留存确认资料之范围、程序、方式及前项加强客户审查之范围、程序、方式之办法，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会商法务部及相关机关定之，于订定前应征询相关工会之意见。前项重要政治性职务之人与其家庭成员及有密切关系之人之范围，由法务部定之。违反第一项之第三项规定及前项锁定办法者，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处金融机构新台币5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锾，除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新台币5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锾。
第八条，金融机构及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因执行业务而办理国内外交易，应留存必要交易记录，其项交易记录之保存，自交易完成时起，应至少保存5年，但法律另有较长保存期间规定者，从其规定。第一项留存交易记录之适用范围，适用交易范围、程序方式之办法，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会商法务部及相关机关定之。于订定前，应征询相关工会之意见。违反第一项、第二项规定及前项锁定办法者，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处金融机构新台币5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锾，处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新台币5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锾。第九条，金融机构及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对于达一定金额以上之通货交易，除本法另有规定外，应向法务部调查局申报。依前项规定为申报者，免除其业务上应保守秘密之义务。第一项一定金额通货交易之范围、种类、申报之范围、方式及程序之办法，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会向法务部及相关机关定制。于订定前，应征询相关工会之意见。违反第一项规定及前项锁定办法者，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处金融机构新台币5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锾，处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新台币5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锾。第十条，金融机构及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对疑似犯第14条、第15条之罪之交易，应向法务部调查局申报，其交易未完成者，一同依前项规定为申报者，免除其业务上应保守秘密之义务。第一项之申报范围、方式、程序之办法，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会向法务部及相关机关定之。于订定前，应征询相关工会之意见。前项第7条、第4项、第8条、第3项及前条第3项之办法，其事务设司法院者，由司法院会上行政院定之。违反第1项规定及第3项锁定办法者，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处金融机构新台币5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锾，处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新台币5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锾。第11条，为配合防治洗钱及打击资恐之国际合作，金融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的自行或经法务部调查局通报，对洗钱或资恐高风险国家或地区为下列措施：一、令金融机构强化相关交易之确认客户身份措施；二、限制或禁止金融机构与洗钱或资恐高风险国家或地区为汇款或其他交易；三、采取其他与风险相当且有效之必要防治措施。前项所称洗钱或资恐高风险国家或地区，指下列之一者：一、经国际防治洗钱组织公告，防治洗钱及打击资恐有严重缺失之国家或地区；二、经国际防治洗钱组织公告，未遵循或未充分遵循国际防治洗钱组织建议之国家或地区；三、其他有具体实证任有洗钱及资恐高风险之国家或地区。第12条，旅客或随交通工具服务之人员出入境携带下列之物，应向海关申报。海关受理申报后，应向法务部调查局通报：一、总价值达一定金额以上之外币、香港或澳门发行之货币及新台币现钞；二、总面额达一定金额以上之有价证券；三、总价值达一定金额以上之黄金；四、其他总价值达一定金额以上且有被利用进行洗钱之余之物品，以货物运送、快递、邮寄或其他相类似之方法运送前项各款物品出入境者，一同前二项之一定金额有价证券、黄金物品受理申报与通报之范围、程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财政部会商法务部中央银行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定之。外币、香港或澳门发行之货币，唯一定向第二项规定申报者，由海关没入之；申报不实者，其超过申报部分，由海关没入之。有价证券、黄金物品，唯一定向第二项规定申报或申报不实者，由海关可以相当于未申报或申报不实之有价证券、黄金物品价额之罚锾。
新台币依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申报者，超过中央银行依《中央银行法》第十八条之一第一项锁定限额部分，应予退运；未依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申报者，由海关没入之；申报不实者，其超过申报部分由海关没入之，均不适用《中央银行法》第十八条之一第二项规定。大陆地区发行之货币，以第一项、第二项锁定方式出入境，应依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相关规定办理。总价值超过同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五项锁定限额时，海关应向法务部调查局通报。第十三条，检察官于侦查中有事实足认被告利用账户汇款、通货或其他支付工具犯第十四条及第十五条之罪者，得申请该管法院指定六个月以内之期间，对该笔交易之财产为禁止提款、转账、付款、交付、转让或其他必要处分之命令，其情况紧急迫，有相当理由足认非立即为上开命令不能保全得没收之财产或证据者，检察官得禁命执行之，但应于执行后三日内申请法院补发命令。法院如不于三日内补发，或检察官未于执行后三日内申请法院补发命令者，应即停止执行。前项禁止提款、转账、付款、交付、转让或其他必要处分之命令，法官于审判中得以职权为之。前二项命令应以书面为之，并准用刑事诉讼法第128条规定。第一项之指定期间如有继续延长之必要者，检察官应减负具体理由，至迟于期间届满之前五日申请该管法院裁定，但延长期间不得逾六个月，并以延长一次为限。对于外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依第21条所签订之条约或协定，或基于互惠原则请求我国协助之案件，如所涉之犯罪行为符合第三条所列之罪，虽非在我国侦查或审判中者，亦得准用前四项规定。对第一项、第二项之命令、第四项之裁定不符者，准用刑事诉讼法第四编抗告之规定。第十四条，有第二条各款所列洗钱行为者，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500万元以下罚金。前项之未遂犯罚之，前二项情形不得科以超过其特定犯罪锁定罪重本刑之刑。第十五条，收受、持有或使用之财物或财产上另一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无理由来源且与收入显不相当者，处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500万元下罚金。一、冒名或以假名向金融机构申请开立账户；二、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金融机构申请开立之账户；三、规避第七条至第十条锁定洗钱防治程序，前项之未遂犯罚之。第十六条，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从业人员，因执行业务犯前二条之罪者，除处罚行为人外，对该法人并科以各该条锁定之罚金。犯前二条之罪，在侦查或审判中自白者，减轻其刑。前二条之罪，与中华民国人民在中华民国领域外犯罪者适用之。第十七条，公务员泄露或交付关于申报疑似犯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之罪之交易，或犯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之罪嫌疑之文书、图画、消息或物品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五条第一项至第三项，不具公务员身份之从业人员，泄露或交付关于申报疑似犯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之罪之交易，或犯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之罪嫌疑之文书、图画、消息或物品者，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币50万元以下罚金。第十八条，犯第十四条之罪，其所移转、变更、掩饰、隐匿、收受、取得、持有、使用之财物或财产上利益，没收之；犯第十五条之罪，其所收受、持有、使用之财物或财产上利益一同；以极端性或常识性方式犯第十四条或第十五条之罪，有事实足以证明行为人所得支配之前项规定以外之财物或财产上利益，系取自其他违法行为所得者，没收之。
对于外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依第21条所签订之条约或协定，或基于互惠原则请求我国协助执行扣押或没收之案件，如所涉之犯罪行为符合第三条所列之罪，不以在我国侦查或审判中者为限。第19条，犯本法之罪没收之犯罪所得为现金或有价证券以外之财物者，得由法务部拨交检察机关、司法警察机关或其他协助查缉洗钱犯罪之机关做公务上使用。我国与外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依第21条所签订之条约或协定，或基于互惠原则协助执行没收犯罪所得或其他追讨犯罪所得作为者，法务部得依条约协定或互惠原则，将该没收财产之全部或一部拨交该外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或请求拨交没收财产之全部或一部款项。前二项没收财产之拨交办法，由行政院定之。第20条，法务部办理防治洗钱业务，得设置基金。第21条，为防治洗钱，政府依互惠原则，得与外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签订防治洗钱之条约或协定，对于外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请求我国协助之案件，除条约或协定另有规定者外，得基于互惠原则提供第9条、第10条、第12条受理申报或通报之资料及其调查结果。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香港及澳门签之洗钱防治准用前二项规定。第22条、第6条、第3项之查核，第6条、第4项、第7条、第5项、第8条、第4项、第9条、第4项、第10条、第5项之裁处及其调查，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得委办直辖市县市政府办理，并由直辖市县市政府定期呈报查核成效。第23条，本法自公布日后6个月施行。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我们做以下决议：洗钱防治法修正通过。继续处理审查会所作之附带决议，请议事人员宣读附带决议之内容。附带决议三项：一、有关本次修法草案第5条将非指定金融事业或人员纳入洗钱防治规范，提升我国洗钱防治法治完备性，强化洗钱防治体制，并且回应国际潮流，为我国洗钱防治开创新局。为本次修法将非指定金融事业或人员纳入洗钱防治规范为重大政策决定，是以本修正草案正式施行前，各业别之相关主管机关应充分与各非指定金融事业或人员沟通，于订定客户审查、交易记录保存及大额与可疑申报授权命令前，应循由各职业工会先自发性订定相关授权命令初稿之方式进行。另有关财罚部分，于本法施行后一年为辅导期间，即以辅导为优先，辅导不成再科予罚还。对于非指定金融事业或人员支持本次政策重大决定所受影响，立法院高度重视。法务部应于我国完成第三轮相互评鉴程序后，会同各相关主管机关与各工会就本法之施行进行利弊得失之全盘检视，包括参考国外立法例，基于职业自律与能力及条件许可时，由工会作为申报机关等。会诊各工会提出修正建议后，法务部应提出修正草案回应。二、鉴于各国为了因应洗防任务及整合金融通报，加强反洗钱的能量，及因应各种洗防评鉴，组织上多设置专责之洗钱防治办公室。反观国内目前唯一的机构是设在法务部调查局下的洗钱防治处，不仅层级太低，且仅主要负责洗防资讯交换而已，恐无法应付2018年的评鉴需求，故建议行政院应尽速研拟在行政院下设洗钱防治办公室之可行性，以落实洗钱防治相关工作。三、有鉴于近来人肉运钞集团影响我国边境管制，造成我国遭国际洗钱集团利用，为彰显我国于对于跨境现金及有价证券及其他有利用为洗钱之余之物品在边境出入管制之重视，有利于争取我国在国际相关优良评鉴，但为避免民众出入关时对于
无犯罪意图者在边境执法时无辜没入，近三年来我国边境没入案件竟无一案遭查有犯罪事证，可知亦有人权争议，原要求法务部、财政部官务署、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央银行、内政部警政署应于洗钱防治法通过施行后，严拟对出入境旅客更周全的申报通知及行政救济措施，加强进行边境管制之教育训练，包含国际交流及国内执法单位之教育训练。财政部官务署应加强边境执法，并于发现有犯罪嫌疑时进行告发函送。检察机关及司法警察机关应加强相关边境洗钱案件之查缉。法务部、内政部警政署与财政部官务署并应定期提出相关执法数据及成果。宣读完毕。请问委员会针对审查会首座之附带决议有异议，无异议，我们就照案通过。那么，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后，有游委员美女登记发言，请游委员美女发言，时间两分钟。院长以及所有的同仁，非常谢谢我们所有的委员，大家能够让呢洗钱防治法这一次的一个重大修正呢能够让它通过。那洗钱防治法呢这一次的一个修改，其实我们在20年前我们的洗钱防治法当时就通过了，当时还是呢亚洲地区呢最优先的这个立专法的一个国家。但事实上呢，洗钱防治法虽然通过，但其实大家对于洗钱防治呢并没有概念。那随着呢整个一个资本主义的一个全球化，以及呢这个整个一个犯罪形态的这个类型的一个多元化呢，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这些犯罪呢，它透过一个整个金融的活动来掩饰它的这个犯罪的一个行为。那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造成一个整个一个社会资本的一个耗损。因此呢，在这种如何在平衡所谓的社会公益以及呢跟个人权利之间呢，到底怎么样取得平衡？那在对于传统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一个刑事诉讼法，其实是要去保障这个被告的这个权利，那对于刑法的一个迁移性。但是我们看到呢，在这个洗钱，就是说它透过这种所谓的高度的专门性跟技术性，然后以及的这种它是属于高度的这个白领的一个高智慧的犯罪，而且呢，它大部分呢都是一个高损害性，而且呢，它其实是透过各种非常复杂，而且会涉及到众多的人的这种手法。因此呢，在这一次的洗钱呢，重点就是说如何能够去加强去扩大这所谓的非金融机构的这些人员的一个申报的义务，那以及呢去扩大所谓的没收。那这扩大没收呢，最主要的就是对于这种所谓的集团性或是长期性的这些的犯罪呢，我今天呢犯了洗钱罪，那我在查你的时候发现说里面呢，如果说还有这个所谓的非这个其他你从其他的违法行为所得的这些财产呢，我都可以一并扩大没收。那这一次呢，用这样扩大的这个非金融性的机构的申报以及扩大没收呢，能够来达到大家都共同来让防止这样的一个洗钱的一个防治。谢谢。谢谢游委员。现在我们继续进行讨论事项第二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建请决议，有建议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业已5月11日于内政委员会完成实质审查，知请内政委员会尽速进行宣告，已完成审查之程序，将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送交院会完成2、3读程序处理，是否有当请公决案。现在请议事人员宣读提案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有鉴于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业已于5月11日于内政委员会完成实质审查，兹建请院会做成决议，请内政委员会尽速进行宣告，已完成审查之程序，将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送交院会完成2、3读程序，是否有当请公决案。宣读完毕。报告院会，依照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8条第3项之规定，
本案经提案人说明提案旨趣，大体讨论后，即议决交付审查，或进乎二读，或不予审议。报告院会，现在请提案党团时代力量党团代表林委员长左说明提案旨趣，说明时间五分钟。我想这个公民投票法，是人民最基本的权利。那民间在过去几年来，其实为了推动这个公民投票法的这个修正，也努力了很多年。那新国会到今年这一个第一个会期开始，就已经开始进行这个公民投票法的提案跟审议哈。那陆续也已经在这个5月11号的时候，已经完成了重大的这个修订的共识。那里面包括例如说这个原住民族的知情同意权。公投年龄降为18岁，还有废除这个公审会，以及提案门槛降至1/1，联署门槛降至1.5%等等，都已经陆续的完成了这些审议的这个共识。所以，时代力量我们认为，这个内政委员会应该要尽速进行宣告已经完成审查的程序，那把这个公民投票法的修正草案尽速送交院会，那期盼在这个会期就可以完成二读跟三读，那也让这个民间许多关心直接民权，过去长期推动的朋友们可以看到这个新国会的进度。那我想我们选罢法都已经完成修订了，那另外的这一个直接民权的最重要的这一个代表的法案，我想我们应该要这个尽速的这个在本会期也完成二读三读，那期盼所有的这个同仁可以支持，谢谢。谢谢林委员。那么本案现在进行大体讨论，因为本案无委员登记发言，就不再发言。报院会，现在有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本案进乎二读，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做以下宣告：本案进乎二读。那么现在有民进党党团提议本案交付党团协商。做以下决议：本案交党团进行协商，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三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毒物及化学物质局组织法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司法及法制、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于105年11月30日召开联席会议，并案审查本案，由召集委员尤美女担任主席。除邀请提案委员列席说明，并请相关机关列席答复委员询问。与会委员于听取报告后，旋即进行询答，并省略道题讨论，进行逐条审查，将本案审查完竣，另通过附带决议三项。原经决议，本案审查完竣，并案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尤美女出席说明。宣读完毕。现在请召集委员尤委员美女补充说明。好，不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无异议？无异议，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行政院环境保护署毒物及化学物质局组织法草案，请宣读条文名称及第一条。名称：行政院环境保护署毒物及化学物质局组织法。第一条，行政院环境保护署为办理毒物及化学物质之源头管理、勾稽及传核业务，以维护国民健康，特设毒物及化学物质局，以下简称本局。宣读完毕。名称及第一条，照审查会名称及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二条。
第二条，本局整理下列事项：一、毒物及化学物质管理政策与法规之严拟执行及督导；二、毒物及化学物质灾害防治政策与法规之严拟执行及监督；三、环境用药管理政策与法规之严拟执行及督导；四、毒物及化学物质资讯整合分析之运用，协调执行勾稽或查核；五、毒物及化学物质数量流向之管理及相关国家标准之跨部会协调；六、毒物及化学物质危害评估管理之方法之研究及发展；七、毒物及化学物质管理国际合作技术研究发展之策划推动及协调；八、其他有关毒物及化学物质管理事项。宣读完毕。第二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三条。第三条，本局至局长一人，职务比照检任第十三职等，或列检任第十二职等至第十三职等；副局长一人，职务列检任第十二职等。宣读完毕。第三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四条。第四条，本局至主任秘书，职务列检任第十一职等。宣读完毕。第四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五条。第五条，本局各职称之官等职等级员额，另以编制表定之。宣读完毕。第五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六条。第六条，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宣读完毕。第六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报案会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议？无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行政院环境保护署毒物及化学物质局组织法第一条，行政院环境保护署为办理毒物及化学物质之源头管理、勾稽及查核业务，以维护国民健康，特设毒物及化学物质局，以下简称本局。第二条，本局整理下列事项：一、毒物及化学物质管理政策与法规之严拟执行及督导；二、毒物及化学物质灾害防治政策与法规之严拟执行及督导；三、环境用药管理政策与法规之严拟执行及督导；四、毒物及化学物质资讯整合分析之运用，协调执行勾稽或查核；五、毒物及化学物质数量流向之管理及相关国家标准之跨部会协调；六、毒物及化学物质危害评估管理方法之研究及发展；七、毒物及化学物质管理和国际合作技术研究发展之策划推动及协调；八、其他有关毒物及化学物质管理事项。第三条，本局至局长一人，职务比照检任第十三职等，或列检任第十二职等至第十三职等；副局长一人，职务列检任第十二职等。第四条，本局至主任秘书，职务列检任第十一职等。第五条，本局各职称之官等职等及员额，另以编制表定之。第六条，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好，无文字修正，奏以下决议：行政院环境保护署毒物及化学物质局组织法草案修正通过。现在继续处理审查会所作之附带决议，请宣读附带决议之内容。附带决议三项：一、行政院环境保护署毒物及化学物质局应指派专责人员负责办理化学安全教育与沟通，加强对民众之教育宣导；二、自由我国毒灾应变队下辖于环保署，依据灾害防救法和毒性化学物质管理法而成立，救灾成员以约聘雇临时人员承揽派遣等组成，不同于一般警消公务人员身份享有各方面的补偿，其仅能依劳基法要求雇主补偿以及申请劳保之灾给付。再者，毒灾应变队是环保署2007年起强化毒化物安全管理及灾害应变计划的一环，当计划终止预算删减后，毒灾应变队恐怕也将
面临解散的命运，不仅导致独灾应变队员流动率高，专业无法累积，此廉价的外包聘雇方式所建构的独灾防治体系，造成社会长久以来的一大隐忧。为建立健全救灾环境，建请行政院环境保护署与相关部会协调，妥适规划独灾应变队、环境事故专业技术小组更周全的保障。于毒物及化学物质局成立后6个月内，向立法委员提出书面报告。3、行政院环境保护署毒物及化学物质局成立后半年内，应召集食品安全相关之各部会，包括经济部、卫生福利部及行政院农业委员会等，针对有食安风险疑虑之化学物质，决定优先管理清单及管理方式。宣读完毕。针对审查会所作之附带决议，请问院会有异议？无异议，我们就照案通过。那么，本案完成三读后，有吴委员昆玉登记发言，请吴委员发言时间2分钟。院长、各位同仁，大家好！感谢各位委员先进的支持，让行政院环保署毒物与化学局组织法顺利三读通过。通过这个组织法，写下了台湾政府对化学物质管理的信念，更落实了蔡英文总统在竞选时提出的食安五环的政见。那当然更能显示出政府对食品安全落实源头管理的决心，同时化学物质的妥善管理更能确保国人民生用品的安全，再确保国人的食品以健康安全的维护。当然妥善的化学物质管理更赶上国际对化学物质管理的潮流，同时呢，可以减少国内各类产品在外销时所遇到的非关税贸易障碍，那促进国内的经济发展。所以通过这个法令实在是意义重大。我们看到从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发生以来，我们看到塑化剂事件、毒淀粉事件对国内的所造成的食品的安全事件，对国内的食品产业造成会非常重大的损失。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成立化学物质管理局，从源头管理、妥善管理各种化学物质，避免它被误用在食品生产链上。同时我们各种国内目前各种的民生用品缺乏对化学物质的妥善管理，在这个毒物与化学局组织法通过以后，期待未来的主管单位更能有这个功能来妥善的。谢谢吴委员。那么我们讨论事项第三案已完成整个的一个修法，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四案国籍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本案经第二会期第12次会议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因协商已逾1个月，无法达成共识，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71条之一规定，由院会定期处理，原以本次会议提出讨论。我们现在进行广泛讨论。因为没有委员登记广泛讨论之发言，本案就不再发言。现在进行逐条讨论。国籍法第3条，请宣读审查会通过之条文。第3条，外国人户
或无国籍人，现于中华民国领域内有住所，并具备下列各款要件者，得申请归划：一、于中华民国领域内每年合计有183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实，继续5年以上；二、年满20岁，并依中华民国法律及其本国法均有行为能力；三、无不良素行且无警察刑事记录证明之刑事案件记录；四、有相当之财产或专业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无虞；五、具备我国基本语言能力及国民权利义务基本常识。前项第三款锁定无不良素行，其认定邀集专家学者及社会公正人士研议程序、定期检讨机制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内政部定之。第一项第五款锁定我国基本语言能力及国民权利义务基本常识，其认定测试、免试、收费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标准，由内政部定之。宣读完毕。报告委员会，本条文无委员登记发言就不再发言，现在进行处理。请问院会，国籍法第三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有异无异，我们就做以下宣告：国籍法第三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处理。国籍法第四条，请宣读审查会通过条文及各党团共同所提修正动议条文，请宣读。审查会通过条文第四条，外国人或我国籍人，现于中华民国领域内有住所，具备前条第一项第二款至第五款要件，于中华民国领域内每年合计有183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实，继续3年以上，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亦得申请归划：一、为中华民国国民之配偶，不需符合前条第一项第四款；二、为中华民国国民配偶，因受家庭暴力离婚且在未婚，或其配偶死亡后未再婚，且有事实足任与其配偶之亲属人往来照顾；三、对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之中华民国国籍子女，有抚养事实行使负担权利义务或会面交往；四、父或母现为或曾为中华民国国民；五、为中华民国国民之养子女；六、出生于中华民国领域内；七、为中华民国国民之监护人或辅助人；未婚未成年之外国人或无国籍人，其父母、养母、养父或养母现为中华民国国民者，在中华民国领域内合法居留虽未满3年，且未具备前条第一项第二款、第四款及第五款要件，亦得申请归划。民主进步党、中国国民党、时代力量、亲民党立法院党团共同所提修正动议第四条，外国人或无国籍人，现于中华民国领域内有住所，具备前条第一项第二款至第五款要件，于中华民国领域内每年合计有183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实，继续3年以上，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亦得申请归划：一、为中华民国国民之配偶，不需符合前条第一项第四款；二、为中华民国国民配偶，因受家庭暴力离婚且未再婚，或其配偶死亡后未再婚，且有事实足任与其亡故配偶之亲属仍有往来，但与其亡故配偶婚姻关系已存续2年以上者，不受与亲属仍有往来之限制；三、对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之中华民国国籍子女，有抚养事实行使负担权利义务或会面交往；四、父或母现为或曾为中华民国国民；五、为中华民国国民之养子女；六、出生于中华民国领域内；七、为中华民国国民之监护人或辅助人；未婚未成年之外国人或无国籍人，其父母、养父或养母现为中华民国国民者，在中华民国领域内合法居留虽未满3年，且未具备前条第一项第二款、第四款及第五款要件，亦得申请归划。宣读完毕。报告委员会，本条文无委员登记发言就不再发言，现在进行处理。请问院会，国籍法第四条照各党团共同所提修正动议条文通过，有异议？
好，无异议，做以下宣告：第四条照各党团共同所提修正动议条文通过。现在继续进行处理国籍法第九条，请宣读审查会通过条文及各党团共同所提修正动议条文，请宣读。审查会通过条文第九条，外国人申请规划应于许可规划之日起，或依原属国法令须满一定年龄使得丧失原有国籍者，自满一定年龄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丧失原有国籍证明，借其未提出者，除经外交部查证因原属国法律或行政程序限制属实，致使不能于期限内提出丧失国籍证明者，得申请展延时限外，应撤销其规划许可。未依前项规定提出丧失原有国籍证明前，应不予许可其定居。外国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免提出丧失原有国籍证明：一、依第六条规定申请规划；二、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推荐科技、经济、教育与文化、艺术、体育及其他领域之高级专业人才，有助中华民国利益，并经内政部邀请社会公正人士及相关机关共同审核通过；三、因非可归责于当事人之事由，致无法取得丧失原有国籍证明，前项六款锁定高级专业人才之认定标准，由内政部定之。民主进步党、中国国民党、时代力量、亲民党立法院党团共同所提修正动议第九条，外国人申请规划应于许可规划之日起，或依原属国法令须满一定年龄使得丧失原有国籍者，自满一定年龄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丧失原有国籍证明，借其未提出者，除经外交部查证因原属国法律或行政程序限制属实，致使不能于期限内提出丧失国籍证明时，得申请展延时限外，应撤销其规划许可。未依前二项规定提出丧失原有国籍证明前，应不予许可其定居。外国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免提出丧失原有国籍证明：一、依第六条规定申请规划；二、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推荐科技、经济、教育、文化、艺术、体育及其他领域之高级专业人才，有助中华民国利益，并经内政部邀请社会公正人士及相关机关共同审核通过；三、因非可归责于当事人之事由，致无法取得丧失原有国籍证明，前项第二款锁定高级专业人才之认定标准，由内政部定之。宣读完毕。报员会，本条文无委员登记发言，就不再发言。我们现在进行处理。请问院会，针对国籍法第九条照各党团共同所提修正动议条文通过，有异议？无异议，做以下宣告。第九条照各党团共同所提修正动议条文通过。现在继续处理委员萧美琴等十七人提案第十条，本条依审查会意见维持现行法条文，请问委员会有异？无异，维持现行法条文。继续处理国籍法第十一条，请宣读审查会通过之条文。第十一条，中华民国国民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经内政部许可丧失中华民国国籍：一、由外国籍父母、养父或养母行使负担权利义务或监护之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未取得同一国籍且随同至中华民国领域外生活，而为外国人之配偶；三、依中华民国法律有行为能力自愿取得外国国籍，但受辅助宣告者，应得其辅助人之同意；依前项规定丧失中华民国国籍者，其未婚未成年子女经内政部许可随同丧失中华民国国籍。宣读完毕。报员会，本条文无委员登记发言，本条就不再发言，现在进行处理。请问院会，国籍法第十一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有异议？无异议，
做以下宣告：第十一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处理国籍法第十九条，请宣读审查会通过之条文。第十九条，规划丧失或恢复中华民国国籍后，除依第九条第一项规定应撤销其规划许可外，内政部之有与本法之规定不合情形之日起二年得予撤销，但自规划丧失或恢复中华民国国籍之日起逾五年不得撤销。经法院确定判决，任其系通模为虚位结婚或收养而规划取得中华民国国籍者，不受前项撤销权行使期间之限制。撤销规划丧失或恢复国籍处分前，内政部应召开审查会，并给予当事人陈述意见之机会。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撤销其规划许可不在此限：一、依第二条规定认定具有中华民国国籍，而经法院确定判决系通模为虚位结婚或收养而规划取得中华民国国籍，前项审查会由内政部遴聘有关机关代表、社会公正人士及学者专家共同组成，其中任意性别不得少于三分之一，且社会公正人士及学者专家之人数不得少于二分之一。第三项审查会之组成、审查要件、程序等事宜由内政部定。宣读完毕。报告院会，本条文无委员登记发言，就不再发言，现在进行处理。请问院会，国籍法第十九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有无异议？无异议，做以下宣告：第十九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无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三条，外国人或无国籍人现于中华民国领域内有住所，并具备下列各款要件者，得申请规划：一、于中华民国领域内每年合计有183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实，继续五年以上；二、年满20岁，并依中华民国法律及其本国法均有行为能力；三、无不良素行且无警察刑事记录证明之刑事案件记录。四、有相当之财产或专业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无虞；五、具备我国基本语言能力及国民权利义务基本常识。前项第三款锁定无不良素性，其认定邀集专家学者及社会公正人士研议程序、定期检讨机制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内政部定之。第一项第五款锁定我国基本语言能力及国民权利义务基本常识，其认定测试、免试、收费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标准，由内政部定之。第四条，外国人或无国籍人现于中华民国领域内有住所，具备前条第一项第二款至第五款要件，于中华民国领域内每年合计有183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实，继续三年以上，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亦得申请规划：一、为中华民国国民之配偶，不需符合前条第一项第四款；二、为中华民国国民配偶，因受家庭暴力离婚且未再婚，或其配偶死亡后未再婚，且有事实族人与其亡故配偶之亲属仍有往来，但与其亡故配偶婚姻关系已存续二年以上者，不受与亲属仍有往来之限制；三、对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之中华民国国籍子女，有抚养事实、行使负担权利义务或会面交往；四、父或母现为或曾为中华民国国民；五、为中华民国国民之养子女；六、出生于中华民国领域内；七、为中华民国国民之监护人或辅助人。未婚未成年之外国人或无国籍人，其父母、养父或养母现为中华民国国民者，在中华民国领域内合法居留虽未满三年，且未具备前条第一项第二款、第四款及第五款要件，亦得申请规划。
第九条，外国人申请规划应于许可规划之日起，或依原属国法令须满一定年龄使得丧失原有国籍者，自满一定年龄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丧失原有国籍证明，借其未提出者，除经外交部查证因原属国法律或行政程序限制属实，致使不能于期限内提出丧失国籍证明者，得申请转延时限外，应撤销其规划许可。未依前二项规定提出丧失原有国籍证明前，应不予许可其定居。外国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免提出丧失原有国籍证明：一、依第六条规定申请规划；二、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推荐科技、经济、教育、文化、艺术、体育及其他领域之高级专业人才，有助于中华民国利益，并经内政部邀请社会公正人士及相关机关共同审核通过；三、因非可归责于当事人之事由，致无法取得丧失原有国籍证明，前项第二款锁定高级专业人才之认定标准，由内政部定之。第十一条，中华民国国民由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经内政部许可丧失中华民国国籍：一、由外国籍父母、养父或养母行使负担权利义务或监护之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未取得同一国籍且随同至中华民国领域外生活；二、为外国人之配偶；三、依中华民国法律有行为能力，自愿取得外国国籍，但受辅助宣告者应得其辅助人之同意；依前项规定丧失中华民国国籍者，其未婚未成年子女经内政部许可，随同丧失中华民国国籍。第十九条，规划丧失或回复中华民国国籍后，除依第九条第一项规定应撤销其规划许可外，内政部只有与本法之规定不合情形之日起二年得予撤销，但自规划丧失或回复中华民国国籍之日起逾五年不得撤销。经法院确定判决认其系通谋为虚伪结婚或收养而规划取得中华民国国籍者，不受前项撤销权行使期间之限制。撤销规划丧失或回复国籍处分前，内政部应召开审查会，并给予当事人陈述意见之机会。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撤销其规划许可，不在此限：一、依第二条规定认定具有中华民国国籍；二、经法院确定判决系通谋为虚伪结婚或收养而规划取得中华民国国籍，前项审查会由内政部遴聘有关机关代表、社会公正人士及学者专家共同组成，其中任意性别不得少于三分之一，且社会公正人士及学者专家之人数不得少于二分之一。第三项审查会之组成、审查要件、程序等事宜，由内政部定之。宣读完毕。报员会三读条文与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做以下决议：国籍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九条、第十一条及第十九条条文修正通过。现在继续处理各党团共同所提之附带决议，请宣读附带决议之内容。各党团共同所提之附带决议三项：一、国籍法第三条第二项中，其认定邀集专家学者及社会公正人士，应包含新移民团体代表，且单一性别不得少于三分之一；二、国籍法第十九条立法说明中，应加注内政部撤销因虚伪结婚或收养而取得国籍者之规划许可，应审慎处理，避免当事人沦为无国籍者。在当事人取得原国籍之前，内政部移民署应核发暂时居留证，直至当事人取得原国籍，并请内政部移民署定期了解取等取得原国籍状况，保障当事人权益。三、国籍法第三条第二项中，其认定邀集专家学者及社会公正人士，应包含新移民团体代表，不得少于五分之一，且单一性别不得少于三分之一。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于各党团共同所提之附带决议有异？
无异议，我们就照案通过。本案完成三读后，由委员登记发言，请由委员美女发言，时间两分钟。主席还有我们所有在场的委员，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委员呢，能够让国际法能够三读通过。那国际法的修正呢，当然就是拖了非常的久。那在这从2012年开始呢，那本席就已经与民间团体的移民移住人权修法联盟共同合作呢，来对于这个外籍配偶的权利这个、国际法的修正呢，按提出了一些检讨修正。那同时呢，希望能够减少对于这个性别、国族跟阶级等等方面的一个多重的一个歧视。那这一次呢，所修正的这个国际法呢，我们第一个就是让这些的外籍配偶呢，因为我们知道说目前婚姻移民里面呢只有45万，那其中女性呢占了90%，所以这些的外籍配偶呢，他如果说遭受到家庭暴力或是因此离婚，或是他的配偶死亡，那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取得国籍。所以在这一次呢，我们予以放宽。那同时呢，只要他有这个子女的监护权或是探视权的话，那他也能够申请归化。那另外呢，也对于这些的这个外籍配偶的这个规划的这个条件呢，也给他放宽。那另外呢，就是为了避免申请规划的这当事人在规划的过程里面呢沦为无国籍人，所以在这一次的规划里面呢，特别规定说先规划以后再去放弃他原有的国籍。那另外呢，我们也知道说在现在的整个一个国际局势，大家都在争取国际人才的这样情况之下呢，那原来我们的国际法因为呢禁止所谓的双重国籍，所以对一些的高科技或是一些经济文化教育等等各个艺术领域呢有贡献的这些人呢，那因为他不想放弃国籍而没有办法延揽，所以在这次呢，我们在第九条里面呢特别放宽对于这些有特殊的贡献或是有特殊的才艺的这些的人呢，让他们能够不放弃原来的国籍，让他们呢能够延揽入国内。那这是呢在这一次，那同时我们也让这个领域呢也授权政府机关呢，他能够去认定这所谓的高级专业人才的定义，让他能够更宽广。那以上，谢谢。谢谢余委员。下一位，我们请林委员立禅。感谢院长，还有我们同仁。其实国籍法修正，经过了两个会期了，今天终于三读通过。身为新住民立委，其实立禅感到很欣慰。这次国籍法的修正有几个重点，包含说，品性端正改成无不良诉请，然后呢，有专家学者还有新住民团体一起来订这个条件。那第四条针对我们的所谓的，如果他是家暴或是丧失配偶的部分，他可以用配偶的身份再继续申请，包括说也可以就是不用提出财力证明。那重点是在第九条的部分，就是我们常常因为放弃国籍后，那来到台湾的时候办规划国籍的时候就没办法办成，被否决的时候就变成无国籍人求。那这部法里面我们就可以从就是先规划再放弃，那让这件事情避免开。那也知道说很多国家放弃国籍的时候会比较繁琐比较长，所以呢也纳入必要的配套措施。那最重点，立禅觉得这部国籍法虽然不是很完美，虽然我觉得有些遗憾，但对立禅来讲是非常重大的。那在这边也非常感谢我们新住民团体，还有我们移盟团体，还有很多教授，还有不管是我们招委黄昭顺招委，还有我们就是在野，还有我们执政的委员们的支持，让这部法能就是第一步能顺利的通过。虽然我觉得说不是达到所谓的满分，那至少我觉得70分，
那我们会继续努力，让我们的国籍法也非常顺利。那这个月刚好是国际移民日，我觉得说这部法对新住民来讲是非常有意义，也是送给我们在台湾的新住民姐妹一个很好的礼物。那感谢。谢谢林委员，辛苦啊。报告院会休息十分钟，休息之后继续开会，现在休息。
包委会现在继续开会进行讨论事项第五案。讨论事项第五案，加执行及非加执行营业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财政委员会于105年11月30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由王兆济委员荣昌担任主席审查本案。会中邀请财政部许部长余哲列席说明并答复委员质询，另亦邀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等派员列席备询。与会委员于听取相关主管机关首长说明并进行询答后，旋即进行协商，经充分讨论原完成审查，本案无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王兆济委员荣章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王委员荣章补充说明，没有说明。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好，无异议。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加执行及非加执行营业税法，请宣读增订第二条之一。第二条之一，外国之事业机关团体组织在中华民国境内无固定营业场所销售电子劳务与境内自然人者，为营业税之纳税义务人，不适用前条第三款规定。宣读完毕。增订第二条之一，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六条。第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为营业人：一、以盈利为目的之公营、私营或公私合营之事业；二、非以盈利为目的之事业、机关、团体、组织有销售货物或劳务；三、外国之事业、机关、团体、组织在中华民国境内之固定营业场所；四、外国之事业、机关、团体、组织在中华民国境内无固定营业场所销售电子劳务与境内自然人。宣读完毕。第六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二十八条。第二十八条，营业人之总机构及其他固定营业场所，应于开始营业前，分别向主管稽征机关申请税籍登记。宣读完毕。第二十八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增订第二十八条之一。第二十八条之一、第六条第四款锁定营业人之年销售额于一定基准者，应自行或委托中华民国境内居住之个人或有固定营业场所之事业、机关、团体、组织为其报税之代理人，向主管稽征机关申请税籍登记。依前项规定委托代理人者，应报经代理人所在地主管稽征机关核准，变更代理人时一同。第一项年销售额之一定基准，由财政部定制。宣读完毕。增订第二十八条之一，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二十九条。第二十九条，专营第八条第一项第二款之第五款、第八款、第十二款之第十五款、第十七款之第二十款、第三十一款之免税货物或劳务者，及各级政府机关得免办税籍登记。宣读完毕。第二十九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三十条。第三十条，营业人依第二十八条及第二十八条之一申请税籍登记之事项有变更，或营业人合并、转让、解散或废止时，均应于事实发生之日起十五日内填具申请书，向主管稽征机关申请变更或注销税籍登记。前项营业人申请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应于缴清税款或提供担保后为之，但因合并营业种类变更而申请变更。第三十，宣读第三十条之一。变更或财政部定之。宣读完毕。第三十条之一，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六条，外国之事业机关团体组织在中华民国境内无固定营业场所而有销售劳务者，应由劳务买受人予给付报酬之。
缴纳之规定，需申请税籍登记者，应就销售额按第十条规定税率计算营业税额，自行或委托中华民国境内报税之代理人，依前条规定申报缴纳。宣读完毕。第36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43条。第43条，营业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稽征机关得依照查得之资料，核定其销售额及应纳税额，并补征之：一、于规定申报限期30日尚未申报销售额；二、未设立账簿，账簿于规定期限未记载，且经通知补记载仍未记载，遗失账簿凭证，拒绝稽征机关调阅账簿凭证，或与账簿在同规定之代理人未依规定期间代理申报缴纳营业税者，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宣读完毕。增订第49条之一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51条。第51条，纳税义务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追缴税款外，按所漏税额处5倍以下罚锾，并得停止其营业：一、未依规定申请纳税额机关盈利为目的外国之事业机关团体组织在中华民国境内之固定营业场所，
四、外国之事业机关团体组织在中华民国境内无固定营业场所销售电子劳务与境内自然人。第28条，营业人之总机构及其他固定营业场所应于开始营业前分别向主管稽征机关申请税籍登记。第28条之一、第6条第4款锁定营业人之年销售额于一定基准者，应自行或委托中华场所之事一款之免税货物或劳务者及各级政府机关得免办税籍登记。第30条，营业人依第28条及第28条之一申请税籍登记之事项有变更或营业人合并转让解散或废止时，均应于事实发生之日起15日内填具申请书，向主管稽征机关申请变更或注销税籍登记。前向营业人申请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应于缴清税款或提供担保或为之，但因合并增加资本、营业地址或营业种类变更而申请变更登记者不在此限。第31、税籍登记事项，申请税籍登记变更或注销登记之程序，固定营业场所而有销售劳务者，应由劳务买受人于给付报酬之次期开始15日内，就给付额依第10条锁定税率计算营业税额缴纳之。其销售之劳务属第11条第一项各业之劳务者，劳务买受人应按各项各款税率计算营业税额缴纳之，但买受人唯依第4章第一节规定计算税额之营业人，其为申报销售额。二、未设立账簿，账簿于规定期限未记载，且经通知补记载仍未记载，遗失账簿凭证，拒绝稽征机关调阅账簿凭证，或于账簿为虚伪不实之记载。三、未办妥税籍登记，即行开始营业，或已申请歇业仍继续营业，而未依规定申报销售额。四、短报漏报销售额。五、漏开统一发票或于统一发票上短开销售额。六、经核定应使用统一发票而不使用。营业人申报之销售额显不正常者，主管稽征机关得参照同业情形与有关资料，核定其销售额或应纳税额，并补征之。第45条，营业人未依规定申请税籍登记者，除通知限情补办外，并得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借其人未补办者，得按次处罚。第49条之一、第28条之一第一项规定之代理人，未依规定期间代理申报缴纳营业税者，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
第五十一条，纳税义务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追缴税款外，按所漏税额处五倍以下罚锾，并得停止其营业：一、未依规定申请税籍登记而营业；二、于规定期限三十日未申报销售额或统一发票明细表，依未按应纳税额缴纳营业税；三、短报或漏报销售额；四、申请注销登记后，或经主管稽征机关依本法规定停止其营业后，仍继续营业；五、虚报进项税额；六、于规定期限三十日未依第36条第一项规定缴纳营业税；七、其他有漏税事实。纳税义务人有前项第五款情形，如其取得非实际交易对象所开立之凭证，经查明确有进货事实，即该项凭证确由实际销货之盈利事业所交付，且实际销货之盈利事业以依法补税处罚者，免依前项规定处罚。宣读完毕。报员会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做以下决议。加执行及非加执行营业税法增订第二条之一、第28条之一及第49条之一条文，并将第6条、第28条、第29条至第30条之一、第36条、第43条、第45条。及第51条条文修正通过。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6案，电子游戏产业管理条例第1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经济委员会于105年11月21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由管召集委员毕麟担任主席。会中邀请经济部省政务次长荣金等相关机关派员列席，并答复委员质询。与会委员于听取说明及询答后，经出席委员充分沟通交换意见，全任本案应予支持。经讨论后，原决议照案通过。全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管召集委员毕麟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管委员毕麟补充说明。没有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无异议。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电子游戏产业管理条例，请宣读条文第12条。243条、第21章、第268条或第26章、第298条第二项之罪，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或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之罪，经判决确定执行完毕或赦免后未满5年，或受缓刑宣告尚未期满。四、曾犯肃清烟毒条例或麻醉药品管理条例之罪，经判决确定执行完毕或赦免后未满5年，或受缓刑宣告尚未期满。五、曾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之罪，经观察乐戒强制戒制，判决确定执行完毕或赦免后未满5年，或受缓刑宣告尚未期满。六、曾经判处有期徒刑5年以上之刑确定，经执行完毕或赦免后未满5年。七、曾经营电子游戏产业，被撤销或废止盈利事业登记营业级别证，或电子游戏产业营业级别证未满3年。
有前项各款情形之一者，电子游戏产业应自事实发生之次日起15日内改正，届期未改正者，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命其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废止其电子游戏产业营业级别证及公司或商业登记。宣读完毕。第十二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那么我们就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十二条，电子游戏产业之负责人或营业场所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充任之，其已充任者当然解任：一、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或受辅助宣告之人；二、曾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或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规定之罪，经有罪判决确定；三、曾犯刑法第16章妨害性自主罪、第16章之一妨害风化罪、第17章第240条至第243条、第21章第268条或第26章第298条第二项之罪，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或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之罪，经判决确定执行完毕或赦免后未满5年，或受缓刑宣告尚未期满。五、曾犯肃清烟毒条例或麻醉药品管理条例之罪，经判决确定执行完毕或赦免后未满5年，或受缓刑宣告尚未期满。五、曾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之罪，经观察乐戒强制戒制判决确定执行完毕或赦免后未满5年，或受缓刑宣告尚未期满。六、曾经判处有期徒刑5年以上之刑确定，经执行完毕或赦免后未满5年。七、曾经营电子游戏产业，被撤销或废止盈利事业登记、营业级别证或电子游戏产业营业级别证未满3年。有前项各款情形之一者，电子游戏产业应自事实发生之次日起15日内改正，届期未改正者，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命其限期改善，届期未改善者，废止其电子游戏产业营业级别证及公司或商业登记。宣读完毕。报告院会，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作以下决议：电子游戏产业管理条例第十二条条文修正通过。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七案。纳税者权利保护法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财政委员会先于105年11月2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由王兆起委员荣章担任主席审查本案。会中由时代力量党团代表黄国昌委员、王荣章委员说明提案要旨，财政部许部长回应委员提案，并完成询答及大体讨论。本院财政委员会复于105年11月28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由王兆起委员荣章担任主席进行第二次审查。会中除邀请财政部部长徐哲列席回应委员提案及答复委员质询外，另亦邀请司法院等派员列席备询。与会委员于听取提案党团委员及主管机关所长说明并进行询答后，旋即进行协商，经充分讨论原完成审查，另通过附带决议3项。本案无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王兆起委员荣章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王委员荣章补充说明。好，不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无异。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纳税者权利保护法，请宣读条文名称及第一条。
名称《纳税者权利保护法》第一条，为落实宪法生存权、工作权、财产权及其他相关基本权利之保障，确保纳税者权利，实现课税公平及贯彻正当法律程序，特制定本法。关于纳税者权利之保护，于本法有特别规定时，优先适用本法之规定。宣读完毕。名称及第一条照审查会名称及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二条。第二条，本法所称主管机关，在中央为财政部，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在县市为县市政府。宣读完毕。第二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委员王龙章等提案第一章章名不予采纳，请宣读第三条。第三条，纳税者有依法律纳税之权利与义务，前项法律在直辖市县市政府及乡镇市公所包括自治条例，主管机关所发布之行政规则及解释函令，仅得解释法律原意，规范执行法律所必要之技术性细节性事项，不得增加法律所未明定之纳税义务或减免税捐。宣读完毕。第三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四条。第四条，纳税者为维持自己及受抚养亲属享有符合人性尊严之基本生活所需之费用，不得加以课税。第一项所称维持基本生活所需之费用，由中央主管机关参照中央主计机关所公布最近一年全国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数60%定之，并于每二年定期检讨。中央主管机关于公告基本生活所需费用时，应一并公布其决定基准及判断资料。宣读完毕。第四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五条。第五条，纳税者依其实质负担能力负担税捐，无合理之政策目的，不得为差别待遇。宣读完毕。第五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六条。第六条，税法或其他法律为特定政策所规定之租税优惠，应明定实施年限，并以达成合理之政策目的为限，不得过度。前项租税优惠之拟定，应举行公听会，并提出税事支出评估。宣读完毕。第六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七条。第七条，涉及租税之法律，其解释应本于租税法律主义之精神，依各该法律之立法目的，衡酌经济上之意义及实质课税之公平原则为之。税捐稽征机关认定课征租税之构成要件事实时，应以实质经济事实关系及其所生实质经济利益之归属与享有为依据。纳税者基于获得租税利益，违背税法之立法目的，滥用法律形式，以非常规交易规避租税构成要件之该当，以达成与交易常规相当之经济效果为租税规避，税捐稽征机关应根据与实质上经济利益相当之法律形式，成立租税上请求权，并加征滞纳金及利息。前项租税规避及第二项课征租税构成要件事实之认定，税捐稽征机关就其事实有举证之责任。纳税者依本法及税法规定所负之协力义务，不因前项规定而免除。税捐稽征机关查明纳税者及交易之相对人或关系人有第三项之情事者，为正确计算应纳税额，得按交易常规或依查得资料依各税法规定予以调整。第三项之滞纳金，按应补缴税款15%计算，并自该应补缴税款原应缴纳期限届满之次日起，至填发补缴税款缴纳通知书之日止，按补缴税款依各年度1月1日邮政除金一年期定期除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计利息一并征收。第三项情形，主管机关不得另课予逃漏税捐之处罚。但纳税者于申报或调查时，对重要事项隐匿或为虚伪不实陈述，或提供不正确资料，致使税捐稽征机关短漏核定税捐者，不在此限。
纳税者的在从事特定交易行为前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向税捐稽征机关申请咨询，税捐稽征机关应于6个月内答复。本法施行前之租税规避案件，依各税法规定应采罚而尚未采罚者，适用第3项、第7项及第8项规定；已采罚尚未确定者，其处罚金额最高不得超过第7项锁定滞纳金及利息之总额，但有第8项但书情形者，不适用之。宣读完毕。第7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委员王龙章等提案第2章章名不予采纳，请宣读第8条。第8条，主管机关应于其网站主动公开下列资讯，并供查询、下载及利用：一、全体国民之所得分配集聚与其相应之税捐负担比例及持有之不动产比数；二、税事支出情形；三、其他有利于促进税捐公平之资讯。宣读完毕。第8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9条。第9条，主管机关就税捐事项所作成之解释函令及其他行政规则，除涉及公务机密、营业秘密或个人隐私外，均应公开。解释函令未依行政程序法第160条第2项、政府资讯公开法第8条或其他适当方式公开者，税捐稽征机关不得作为他案援用。中央主管机关应每4年检视解释函令有无违反法律之规定、意志或增加法律所无之纳税义务，并得委托外部研究单位办理。宣读完毕。第9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10条。第10条，主管机关应主动提供纳税者妥适必要之协助，并确保其在税捐稽征程序上受到正当程序保障。宣读完毕。第10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11条。第11条，税捐稽征机关或财政部赋税署指定之人员，应依职权调查证据，对当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项一律注意，其调查方法需合法、必要，并以对纳税者基本权利侵害最小之方法为之。税捐稽征机关就课税或处罚之要件事实，除法律别有明文规定者外，负证明责任。税捐稽征机关或财政部赋税署指定之人员，违法调查所取得之证据，不得作为认定课税或处罚之基础，但违法取得证据之情节轻微，排除该证据之使用明显有违公共利益者，不在此限。税捐稽征机关为税捐核课或处罚前，应给予纳税者事先说明之机会，但有行政程序法第103条或行政方法第42条但书锁定情形者，不在此限。税捐稽征机关所为课税或处罚，除符合行政程序法第97条锁定各款情形之一者，得不记名理由外，应以书面叙明理由及法律依据。前项处分未以书面或公告为之者无效，未叙明理由者，仅得于诉愿程序终结前补正之；得不经诉愿程序者，仅得于向行政法院起诉前为之。宣读完毕。第11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12条。第12条，税捐稽征机关或财政部赋税署于进行调查前，除通知调查将无法达成稽征或调查目的者外，应以书面通知被调查者调查或被询之事由及范围。被调查者如委任代理人，该代理人应于接受调查或被询时出具委任书。被调查者有选任代理人或协同辅佐人到场之权利，并得于其到场前拒绝陈述或接受调查，但代理人或辅佐人经合法通知无正当理由于其到场或未到场者，不在此限。被调查者得于告知税捐稽征机关后，自行或要求税捐稽征机关就到场调查之过程进行录影录音，税捐稽征机关不得拒绝，但有应维持税捐调查秘密性之正当理由且经记名笔录者，不在此限。税捐稽征机关有录影录音之需要，应告知被调查者后为之。宣读完毕。第12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13条。
第十三条，纳税者申请复查或提起诉愿后，得向税捐稽征机关或受理诉愿机关申请阅览、抄写、复印或摄影与核课财法有关资料，但以主张或维护其法律上利益有必要者为限。税捐稽征机关或受理诉愿机关对其上之申请，除有行政程序法第46条第二项或诉愿法第51条锁定情形之一，并具体叙明理由者外，不得拒绝或为不完全提供。宣读完毕。第十三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税捐稽征机关对于课税基础经调查仍不能确定或调查费用过巨时，为维护课税公平原则，得推计课税，并应以书面具名推计依据及计算资料。税捐稽征机关推计课税，应斟酌与推计具有关联性之一切重要事项，依合理客观之程序及适切之方法为之。推计有二种以上之方法时，应依最能切计时而之方法为之。纳税者依税法规定履行协力义务者，税捐稽征机关不得依推计结果处罚。宣读完毕。第十四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税捐稽征机关或财政部副审署指定之人员依职权及法定程序进行税捐调查，保全于欠缴应纳税捐或罚还之执行时，不得逾越所欲达成目的之必要限度，且应以对税纳税者权利侵害最少之适当方法为之。宣读完毕。第十五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委员王龙章等提案第三章章名不予采纳，请宣读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纳税者违反税法上义务之行为，非出于故意或过失者，不予处罚。纳税者不得因不知法规而免除行政处罚责任，但按其情节得减轻或免除其处罚。税捐稽征机关为处罚，应审酌纳税者违反税法上义务行为应受责难程度所生影响，即因违反税法上义务所得之利益，并得考量纳税者之利。宣读完毕。第十六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委员王龙章等提案第十五条不予采纳，委员王龙章等提案第四章章名不予采纳，请宣读第十七条。第十七条，中央主管机关依诉愿法设置诉愿审议委员会之委员，其中社会公社人士、学者、专家不得少于三分之二，并应具有法制、财税或会计之专长。宣读完毕。第十七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十八条。第十八条，最高行政法院及高等行政法院应设税务专业法庭，审理纳税者因税务案件提起之行政诉讼。税务专业法庭应由取得司法院核发之税务案件专业法官证明书之法官组成之。办理税务案件之法官，每年应接受一定时数之税务专业训练或在职研习。税务专业法庭之组成、税务案件专业法官证明书之核发标准、办理税务案件法官每年所应受之训练及相关办法，由司法院定之。宣读完毕。第十八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十九条。第十九条，中央主管机关为严拟纳税者保护基本政策之咨询意见，应设置纳税者权利保护咨询会。纳税者权利保护咨询会办理事项如下：一、纳税者权利保护基本政策及措施之严拟；二、纳税者权利保护计划之严拟修订及执行结果检讨；三、纳税者权利保护之教育宣导；四、协调各机关间有关纳税者权利保护事宜；五、检讨租税优惠及依本法规定应公开咨询之执行情形。纳税者权利保护咨询会以本法中央主管机关首长为主任委员，并以相关政府部门代表、工会团体或学者专家为委员，其中政府部门代表之比例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其组成人数、任期、选任及组织相关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十九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二十条。
第20条，税捐稽征机关应主动提供纳税者妥适必要之协助，并以任务编组方式指定专人为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办理下列事项：一、协助纳税者进行税捐争议之沟通与协调；二、受理纳税者之申诉或陈情，并提出改善建议；三、与纳税者依法寻求救济时提供必要之咨询与协助；四、每年提出纳税者权利保护之工作成果报告，且向锁定之纳税者权利保护官与办理纳税者权利保护事项得为必要之调查。税捐稽征机关应将纳税者权利保护官之姓名及联络方式报财政部备查，并于网站公告之，人员有所变动时一同。第一项办理情形，财政部得随时派员抽查之，并列入年度稽征业务考核项目。宣读完毕。第20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21条。第21条，纳税者不服课税处分，经复查决定后提起行政争讼，于诉愿审议委员会决议前或行政诉讼事实审延迟辩论终结前，得追加或变更主张课税处分违法事由，受理诉愿机关或行政法院应予审酌。其由受理诉愿机关或行政法院依职权发现课税处分违法者，一同。前项情形，税捐稽征机关应提出答辩书状，具体表明对于该追加或变更事由之意见。行政法院对于纳税者之应纳税额，应查明事证以核实确认，在纳税者声明不符之范围内定其数额，但因案情复杂而难以查明者不在此限。纳税者不服课税处分、复查或诉愿决定，提出行政争讼之案件，其课税处分、复查或诉愿决定自本法施行后因违法而受法院撤销或变更，自法院作成撤销或变更裁判之日起于15年未能确定其应纳税额者，不得再行核课。但逾期是因纳税者之故意延滞诉讼或因其他不可抗力之事由所致者，不在此限。滞纳金、利息、滞报金、代报金及罚款等，准用前项规定。宣读完毕。第21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22条。第22条，本法施行细则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22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23条。第23条，本法自公布后1年施行。宣读完毕。第23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报告院会，全案经过二读，现由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无异，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纳税者权利保护法第1条，为落实宪法生存权、工作权、财产权及其他相关基本权利之保障，确保纳税者权利，实现课税公平及贯彻正当法律程序，特制定本法。关于纳税者权利之保护，于本法有特别规定时，优先适用本法之规定。第2条，本法所称主管机关，在中央为财政部，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在县市为县市政府。第3条，纳税者有依法律纳税之权利与义务，前项法律在直辖市、县市政府及乡镇市公所（包括自治条例）主管机关所发布之行政规则及解释函令，仅得解释法律原意，规范执行法律所必要之技术性、细节性事项，不得增加法律所未明定之纳税义务或减免税捐。第4条，纳税者为维持自己及受抚养亲属享有符合人性尊严之基本生活所需之费用，不得加以课税。第1项所称维持基本生活所需之费用，由中央主管机关参照中央主计机关所公布最近1年全国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数60%定之，并于每2年定期检讨。中央主管机关于公告基本生活所需费用时，应一并公布其决定基准及判断资料。第5条，纳税者依其实质负担能力负担税捐，无合理之政策目的，不得为差别待遇。
第六条税法或其他法律为特定政策所规定之租税优惠，应明定实施年限，并以达成合理之政策目的为限，不得过度。前项租税优惠之拟定，应举行公听会，并提出税事支出评估。第七条，涉及租税事项之法律，其解释应本于租税法律主义之精神，依各该法律之立法目的，衡酌经济上之意义及实质课税之公平原则为之。税捐稽征机关认定课征租税之构成要件事实时，应以实质经济事实关系及其所生实质经济利益之归属与享有为依据。纳税者基于获得租税利益，违背税法之立法目的，滥用法律形式，以非常规交易规避租税构成要件之该当，以达成与交易常规相当之经济效果，为租税规避。税捐稽征机关仍根据与实质上经济利益相当之法律形式，成立租税上请求权，并加征滞纳金及利息。前项租税规避及第二项课征租税构成要件事实之认定，税捐稽征机关就其事实有举证之责任。纳税者依本法及税法规定所负之协力义务，不因前项规定而免除。税捐稽征机关查明纳税者及交易之相对人或关系人有第三项之情事者，未正确计算应纳税额，得按交易常规或依查得资料，依各税法规定予以调整。第三项之滞纳金，按应补缴税款15%计算，并自该应补缴税款原应缴纳期限届满之次日起，至填发补缴税款缴纳通知书之日止，按补缴税款依各年度1月1日邮政除金一年期定期除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计利息一并征收。第三项情形，主管机关不得另课与逃漏税捐之处罚，但纳税者于申报或调查时对重要事项隐匿或为虚伪不实陈述或提供不正确资料，致使税捐稽征机关短漏核定税捐者，不在此限。纳税者得在从事特定交易行为前，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向税捐稽征机关申请咨询。税捐稽征机关应于6个月内答复。本法施行前之租税规避案件，依各税法规定因裁罚而尚未裁罚者，适用第三项、第七项及第八项规定；以裁罚尚未确定者，其处罚金额最高不得超过第七项锁定滞纳金及利息之总额，但有第八项但书情形者，不适用之。第八条，主管机关应于其网站主动公开下列资讯，并供查询、下载及利用：一、全体国民之所得分配集聚与其相应之税捐负担比例及持有之不动产比数；二、税事支出情形；三、其他有利于促进税捐公平之资讯。第九条，主管机关就税捐事项所作成之解释函令及其他行政规则，除涉及公务机密、营业秘密或个人隐私外，均应公开。解释函令为依行政程序法第160条第二项、政府资讯公开法第8条或其他适当方式公开者，税捐稽征机关不得作为他案援用。中央主管机关应每4年检视解释函令有无违反法律之规定、意志或增加法律所无之纳税义务，并得委托外部研究单位办理。第十条，主管机关应主动提供纳税者妥适必要之协助，并确保其在税捐稽征程序上受到正当程序保障。第十一条，税捐稽征机关或财政部赋税署指定之人员，应依职权调查证据，对当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项一律注意，其调查方法需合法必要，并以对纳税者基本权利侵害最小之方式为之。税捐稽征机关就课税或处罚之要件事实，除法律别有明文规定者外，负证明责任。税捐稽征机关或财政部赋税署指定之人员，违法调查所取得之证据，不得作为认定课税或处罚之基础，但违法取得证据之情节轻微，排除该证据之使用明显有违公共利益者，不在此限。
税捐稽征机关为税捐核客或处罚前，应给予纳税者事先说明之机会，但有行政程序法第103条或行政法法第42条但书锁定情形者，不在此限。税捐稽征机关所为课税或处罚，除符合行政程序法第97条锁定各款情形之一者，得不记名理由外，应以书面叙明理由及法律依据。前项处分未以书面或公告为之者无效，未叙明理由者，仅得于诉愿程序终结前补正之；得不经诉愿程序者，仅得于向行政法院起诉前为之。第12条，税捐稽征机关或财政部赋税署于进行调查前，除通知调查将无法达成稽征或调查目的者外，应以书面通知被调查者调查或被询之事由及范围。被调查者如委任代理人，该代理人应于接受调查或被询时出具委任书。被调查者有询任代理人或协同辅佐人到场之权利，并得于其到场前拒绝陈述或接受调查，但代理人或辅佐人经合法通知无正当理由于是到场或未到场者，不在此限。被调查者得于告知税捐稽征机关后，自行或要求税捐稽征机关就到场调查之过程进行录影录音，税捐稽征机关不得拒绝，但有应维持税捐调查秘密性之正当理由且经记名笔录者，不在此限。税捐稽征机关有录影录音之需要，亦应告知被调查者后为之。第13条，纳税者申请复查或提起诉愿后，得向税捐稽征机关或受理诉愿机关申请阅览、抄写、复印或摄影与核客财阀有关资料，但以主张或维护其法律上利益有必要者为限。税捐稽征机关或受理诉愿机关对前项之申请，除有行政程序法第46条第二项或诉愿法第51条锁定情形之一，并具体叙明理由者外，不得拒绝或为不完全提供。第14条，税捐稽征机关对于课税基础经调查仍不能确定或调查费用过巨时，为维护课税公平原则的推计课税，并应以书面叙明推计依据及计算资料。税捐稽征机关推计课税，应斟酌与推计具有关联性之一切重要事项，依合理客观之程序及适切之方法为之。推计有二种以上之方法时，应依最能切近实额之方法为之。纳税者宜依税法规定履行协力义务者，税捐稽征机关不得依推计结果处罚。第15条，税捐稽征机关或财政部赋税署指定之人员，依职权及法定程序进行税捐调查，保全于欠缴应纳税捐或罚还之执行时，不得逾越所欲达成目的之必要限度，且应以对纳税者权利侵害最少之适当方法为之。第16条，纳税者违反税法上义务之行为，非出于故意或过失者，不予处罚。纳税者不得因不知法规而免除行政处罚责任，但按其情节得减轻或免除其处罚。税捐稽征机关为处罚，应审酌纳税者违反税法上义务行为应受责难程度所生影响，及因违反税法上义务所得之利益，并得考量纳税者资之利。第17条，中央主管机关因诉愿法设置诉愿审议委员会之委员，其中社会公正人士、学者、专家不得少于2/3，并应具有法制、财税或会计之专长。第18条，最高行政法院及高等行政法院应设税务专业法庭，审理纳税者因税务案件提起之行政诉讼。税务专业法庭应由取得司法院核发之税务案件专业法官证明书之法官组成之。办理税务案件之法官每年应接受一定时数之税务专业训练或在职研习。税务专业法庭之组成、税务案件专业法官证明书之核发标准、办理税务案件法官每年所应受之训练及相关办法，由司法院定之。
第十九条，中央主管机关为研拟纳税者保护基本政策之咨询意见，应设置纳税者权利保护咨询会。纳税者权利保护咨询会办理事项如下：一、纳税者权利保护基本政策及措施之研拟；二、纳税者权利保护计划之研拟、修订及执行结果检讨；三、纳税者权利保护之教育宣导；四、协调各机关间有关纳税者权利保护事宜；五、检讨租税优惠及依本法规定应公开咨询之执行情形。纳税者权利保护咨询会以本法中央主管机关首长为主任委员，并以相关政府部门代表、工会团体或学者专家为委员，其中政府部门之代表之比例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其组成人数、任期、学任及组织相关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二十条，税捐稽征机关应主动提供纳税者妥适必要之协助，并以任务编组方式指定专人为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办理下列事项：一、协助纳税者进行税捐争议之沟通与协调；二、受理纳税者之申诉或陈情，并提出改善建议；三、与纳税者依法寻求救济时，提供必要之咨询与协助；四、每年提出纳税者权利保护之工作成果报告。前项锁定之纳税者权利保护官与办理纳税者权利保护事项得为必要之调查，税捐稽征机关应将纳税者权利保护官之姓名及联络方式报财政部备查，并于网站公告之，人员有所变动时一同。第一项办理情形，财政部得随时派员抽查之，并列入年度稽征业务考核项目。第二十一条，纳税者不服课税处分，经复查决定后提起行政争讼，于书院审议委员会决议前或行政诉讼事实审延迟辩论终结前，得追加或变更主张课税处分违法事由，受理诉院机关或行政法院应予斟酌。其由受理诉院机关或行政法院依职权发现课税处分违法者，一同。前项情形，税捐稽征机关应提出答辩书状，具体表明对于该追加或变更事由之意见。行政法院对于纳税者之应纳税额，应查明事证以核实确认，在纳税者声明不符之范围内定其数额，但因案情复杂而难以查明者不在此限。纳税者不服课税处分、复查或诉愿决定提出行政争讼之案件，其课税处分、复查或诉愿决定自本法施行后因违法而受法院撤销或变更，自法院作成撤销或变更裁判之日起于15年未能确定其应纳税额者，不得再行核课，但于其系因纳税者之故意延滞诉讼或因其他不可抗力之事由所致者，不在此限。滞纳金、利息、滞报金、代报金及罚款等，准用前项规定。第二十二条，本法施行细则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二十三条，本法自公布后一年施行。宣读完毕。报告委员会，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现有黄委员国昌提出文字修正意见，请黄委员国昌发言。主席、各位委员，现在二读通过。进行三读的第四条的第二项，他说第一项所称维持基本生活所需之费用，那因为这个第二项他前面所指涉的就刚好是第一项，在法律上面以前项所称维持基本生活所需费用，那比较符合我们现行立法的体例，那因此应该将第四条第二项前三个文字第一项把它改成前项，那让整个法文念起来是前项所称维持基本生活所需之费用，比较能够符合我国目前的立法体例，那因此提出文字修正建议如上。好，谢谢黄委员。报告委员会针对刚才提出的文字修正意见有无异议？无异议，我们就照
黄委员国昌所提意见做文字修正。那么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我们做以下决议：纳税者权益保护法草案修正通过。那么在修正通过之后，有我们两位委员登记这个发言。首先，没问题。有我们的王委员龙章，还有黄委员国昌。那么在发言之前，我们先处理审查会所做之附带决议，请宣读附带决议之内容。附带决议三项：一、纳税者权利保护法为我国在税间稽征法制上就纳税者程序保障最为具体之法律之一，为使纳税者于国家行使税捐稽征相关作为时不受侵害，并兼顾课税公平与租税人权之精神得以早日实现，请财政部赋税署于本法公布后尽速检视现行相关法规，并于本法施行前半年内就与本法有抵触之处重新研拟后送交立法院审议。二、为避免扣缴义务人于相关税法中除应负赔缴税款责任外，其违反扣缴义务之处罚过高、不符比例原则，原要求财政部跟续检讨各税法罚还金额及倍数之合理性，并修正税务违章案件减免处罚标准，适度放宽减免处罚标准，以落实罪责相当，保障纳税者权利。三、各税捐稽征机关办理纳税者权利保护业务之绩效，除列入财政部年度稽征业务考核项目外，财政部每年度应将该项业务办理绩效及考核结果送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宣读完毕。报告会针对审查会所作之附带决议，请问院会有异议？无异议，我们就照案通过。那么针对立法程序后，我们之发言，首先请王委员龙章。主席、各位委员，本席在第六届立法委员任内的时候，就曾经和多位财政学者、律师、财税改革的团体合作提出纳税者权利保护法草案，但可惜功败垂成。十一年来，虽然在税征稽征法中设置保护专章，但是纳税者的人权保障不足、求助无门的状况没有改变。今天本法的通过确实是租税人权保障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正当法律程序保障是一个大家朗朗上口，但却在租税捐稽征实务上很少实现的一个重点。纳税者权利保护法要求税务人员在调查前要给予纳税人陈述意见的机会，并且让当事人能够请代理人或辅助人协助，以落实我们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此外也规定，违法调查而取得的证据原则上不可以拿来对纳税人课税。由于税捐案件需要高度的专业性，但我们却连一个专业的法庭都没有，所以本法除了规定在高等级最高行政法院要设置税务专业法庭之外，专任的法官必须取得专业证明书，每年也要持续接受专业的训练。纳税者权利保护官是这个法律设置的另外一个重点，先进国家已经进行了非常多年。那在纳税保护官的协助之下，我们在课税之前可以更了解自己拥有的权益，在争议发生之后能够更快速地帮助纳税人争取应有的权利。这次立法仍然有很多不尽令人满意的地方，例如纳税者权利保护官的编制独立性有待加强，税务专业法院的妥协也有待是执行成效做进一步的检讨。在给予相关机关一年时间准备本法正式施行之后，还有赖各位委员的持续监督，今天立法完成只是一个开始，保障租税人
谢谢王委员。下一位，我们请黄委员郭昌。2016年，踏入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是我第一个加入的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当中，纳税者权利保护法也是我跟许多在财政委员会里面的同仁们大家共同努力推动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是划时代非常完整的一个纳税者权利保护的法案。从4月1号在立法院举办的第一场公听会，4月21号、6月2号，陆续的针对设置纳税者权利保护法，分别对前政府跟新政府的财政部长提出质询以后，我们送出了纳税者权利保护法的草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跟非常多的学者专家，跟非常多的公民团体，大家共同交换意见，最后所通过的法案，或许不如我们一开始所提出来的法案的理想性那么高，但是我相信，它跟2010年仅仅是修改税捐稽征法，去增设了11条之3到11条之7。非常小幅度的修法，而在实务上几乎没有任何的影响性相比，今天这个法案的通过，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除了正当法律程序的保障之外，前朝政府所承诺要设置的消费者保护官，他们没有做到，新的国会做到了，这就是改革，这个就是进步。我们也希望未来税务专业法院能够真正保障人民的权利，让纳税者的权利真正。谢谢黄委员。继续，我们来讨论4项第8案，信托业者增订第3条之1条文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财政委员会于105年11月21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由赖兆吉委员世保担任主席审查本案。会议中，除请提案委员曾明忠说明提案要旨，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李主任委员岳昌列席说明、列席回应委员提案，并答复委员质询外，另亦邀请房屋部判员列席备询。与会委员于听取提案委员说明提案要旨及主管机关首长回应委员提案，并进行询答后，旋即进行协商。经充分讨论，原完成审查，本案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赖兆吉委员释保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赖委员释保补充说明。好，没有说明。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没有异议。那么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信托业法委员曾明忠等提案第3条之1不予增订。我们做以下决议：信托业法第3条之1条文不予增订。好，现在我们进行讨论4项第9案：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第4条及第30条之1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
本院财政委员会于2005年11月21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由赖召集委员世保担任主席审查本案。会中除请提案委员曾明宗说明提案要旨，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李主任委员瑞昌列席回应委员提案并答复委员质询外，另一邀请法务部判员列席备询。与会委员于听取提案委员说明提案要旨，其主管机关首长回应委员提案并进行询答后，旋即进行协商，经充分讨论原完成审查，本案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赖召集委员世保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赖委员世保补充说明。没有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请宣读条文第四条。第四条，本法所称金融消费者，指接受金融服务也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务者，但不包括下列对象：一、专业投资机构，二、符合一定财力或专业能力之自然人或法人，前项专业投资机构之范围及一定财力或专业能力之条件，由主管机关定之。金融服务业对自然人或法人未符合前项所定之条件，而协助其创造符合形式上之外观条件者，该自然人或法人仍为本法所称金融消费者。宣读完毕。第四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30条之一。第30条之一，金融服务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30万元以上1000万元下罚锾：一、违反第8条第二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广告业务招揽、营业促销活动方式或内容之规定；二、违反第9条第一项规定，未充分了解金融消费者相关资料及确保金融消费者之适合度。或同条第二项锁定办法中有关适合度应考量事项之规定；三、违反第10条第一项规定，未向金融消费者充分说明金融商品服务契约之重要内容，或充分揭露风险；或违反同条第3项锁定办法中有关说明揭露应以金融消费者能充分了解之方式或内容之规定；四、违反第11条之一规定，未订定或未依主管机关核定应遵行之原则订定酬金制度或未确实执行。金融服务业对自然人或法人未符合第4条第二项锁定之条件，而协助其创造符合形式上之外观条件者，处新台币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下罚锾。金融服务业有前二项情形之一，且情节重大者，主管机关得于其所得利益之范围内酌量加重，不受前二项罚锾最高额之限制。宣读完毕。第30条之一照审查会条文通过。那么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及国民党党团分别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无异，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四条，本法所称金融消费者，指接受金融服务业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务者，但不包括下列对象：一、专业投资机构；二、符合一定财力或专业能力之自然人或法人，前项专业投资机构之范围及一定财力或专业能力之条件，由主管机关定之。金融服务业对自然人或法人未符合前项锁定之条件，而协助其创造符合形式上之外观条件者，该自然人或法人仍为本法所称金融消费者。第30条之一，金融服务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30万元以上1000万元下罚锾：一、违反第8条第二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广告业务招揽、营业促销活动方式或内容之规定；二、违反第9条第一项规定，未充分了解金融消费者相关资料及确保金融消费者之适合度，或同条第二项锁定办法中有关适合度应考量事项之规定；三、违反第10条第一项规定，未向金融消费者充分说明金融商品服务契约之重要内容或充分揭露风险，或违反同条第3项锁定办法中有关说明揭露应以金融消费者能充分了解之方式或内容之规定。
四、违反第十一条之一规定，未订定或未依主管机关核定应遵行之原则订定酬金制度或未确实执行金融服务业对自然人或法人未符合第四条第二项所定之条件而协助其创造符合形式上之外观条件者，处新台币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下罚锾。金融服务业有前二项情形之一，且情节重大者，主管机关得于其所得利益之范围内酌量加重，不受前二项罚锾最高额之限制。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委员会有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做以下决议：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第四条及第30条之一条文修正通过。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十案，保险法第163条。及第148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财政委员会于105年11月21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由赖兆吉委员世保担任主席审查本案。会中除请提案委员赖世保说明提案要旨，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李主任委员瑞昌列席回院委员党团提案并答复委员质询外，另亦邀请法务部派员列席备询。与会委员于听取提案委员说明提案要旨及主管机关首长回应委员党团提案并进行询答后，旋即进行协商，经充分讨论原完成审查。本案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赖兆吉委员世保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赖委员世保补充说明。好，没有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无异议。那么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保险法第148条之一维持现行法条文，请宣读第163条。第163条，保险代理人、经纪人、公证人应经主管机关许可，缴存保证金并投保相关保险，领有执业证照后，使得经营或执行业务，前项锁定相关保险与保险代理人、公证人为责任保险，与保险经纪人为责任保险及保证保险。第一项缴存保证金投保相关保险之最低金额及实施方式，由主管机关考量保险代理人、经纪人、公证人经营业务与执行业务范围及规模等因素定之。保险代理人、经纪人、公证人之资格取得申请许可应具备之条件程序应解附之文件，董事、监察人与经理人应具备之资格条件且认识由设立分支机构之条件，财务与业务管理、教育训练废止许可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管理规则，由主管机关定之。银行得经主管机关许可，则依兼营保险代理人或保险经纪人业务，并应分别准用本法有关保险代理人、保险经纪人之规定。保险经纪人应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为被保险人洽定保险契约或提供相关服务，并负忠实义务。保险经纪人为被保险人洽定保险契约前，于主管机关指定之适用范围内，应主动提供书面之分析报告，向要保人或被保险人收取报酬者，应明确告知其报酬收取标准。前项书面分析报告之适用范围、内容及报酬收取标准之范围，由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163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及国民党党团分别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
第163条，保险代理人、经纪人、公证人应经主管机关许可缴存保证金并投保相关保险，领有职业证照后，使得经营或执行业务，前项锁定相关保险予以保险代理人、公证人为责任保险，予以保险经纪人为责任保险及保证保险。第一项缴存保证金投保相关保险之最低金额及实施方式，由主管机关考量被保险代理人、经纪人、公证人经营业务与执行业务范围及规模等因素定之。保险代理人、经纪人、公证人之资格取得、申请许可应具备之条件、程序、应减负之文件，董事、监察人与经理人应具备之资格条件、解任事由、设立分支机构之条件、财务户与业务管理、教育训练、废止许可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管理规则，由主管机关定之。银行得基主管机关许可，则依兼营保险代理人或保险经纪人业务，并应分别准用本法有关保险代理人、保险经纪人之规定。保险经纪人应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未被保险人洽定保险契约或提供相关服务，并负忠实义务。保险经纪人未被保险人洽定保险契约前，于主管机关指定之适用范围内，应主动提供书面之分析报告，向要保人或被保险人收取报酬者，应明确告知其报酬收取标准。前项书面分析报告之适用范围、内容及报酬收取标准之范围，由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报院会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做以下决议：保险法第163条条文修正通过。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11案国际金融业务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财政委员会于105年11月21日举行决定委员会议，由赖兆吉委员世保担任主席审查本案。会中除请提案委员赖世保说明提案要旨，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李主任委员瑞昌列席回院委员提案并答复委员质询外，另亦邀请中央银行法务部派员列席备询。与会委员于听取提案委员说明提案要旨及主管机关首长回应委员提案并进行询答后，旋即进行协商，经充分讨论原完成审查。本案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赖兆吉委员世保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赖委员世保补充说明。好，没有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好，没有异议。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国际金融业务条例，请宣读条文第三条。第三条，下列银行得由其总行申请主管机关特许，在中华民国境内设立会计独立之国际金融业务分行，经营国际金融业务：一、经中央银行指定，在中华民国境内办理外汇业务之外国银行；二、经政府核准，设立代表人办事处之外国银行；三、经主管机关审查合格之著名外国银行；四、经中央银行指定，办理外汇业务之本国银行。向申请特许应具备之条件、程序、应减负之文件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金管会会同中央银行定之。宣读完毕。第三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22条之二。第22条之二，国际金融业务分行违反第21条之一规定者，处新台币50万元以上250万元下罚锾，并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依原处罚锾按次处2倍至5倍罚锾。宣读完毕。第22条之二，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22条之三。
第二十二条之三，证券商同时为证券交易法第十六条规定之证券承销商、证券自营商及证券经纪商者，得由其总公司申请主管机关特许，在中华民国境内设立会计独立之国际证券业务分公司，经营国际证券业务。依前项规定设立之国际证券业务分公司，应专拨营业所用资金，其最低金额由金管会定之。第一项申请特许应具备之条件、程序、应减负之文件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金管会会同中央银行定之。宣读完毕。第二十二条之三，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由民进党党团及国民党党团分别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三条，下列银行得由其总行申请主管机关特许，在中华民国境内设立会计独立之国际金融业务分行，经营国际金融业务。一、经中央银行指定，在中华民国境内办理外汇业务之外国银行；二、经政府核准，设立代表人办事处之外国银行；三、经主管机关审查合格之著名外国银行；四、经中央银行指定，办理外汇业务之本国银行。前项申请特许应具备之条件、程序、应减负之文件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金管会会同中央银行定之。第二十二条之二，国际金融业务分行违反第二十一条之一规定者，处新台币50万元上250万元下罚款，并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依原处罚款按次处2倍至5倍罚款。第二十二条之三，证券商同时为证券交易法第十六条规定之证券承销商、证券自营商及证券经纪商者，得由其总公司申请主管机关特许，在中华民国境内设立会计独立之国际证券业务分公司，经营国际证券业务。依前项规定设立之国际证券业务分公司，应专拨营业所用资金，其最低金额由金管会定之。第一项申请特许应具备之条件、程序、应减负之文件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金管会会同中央银行定之。宣读完毕。报告院会，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做以下决议：国际金融业务条例第三条、第二十二条之二及第二十二条之三条文修正通过。现在进行最后一案讨论事项第十二案，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那么本案经第二会期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另定期处理，应尚待协商做以下决议，协商后提出本次会议处理。报告院会，本日会议议程处理到此告一段落。12月13日星期二上午9时继续开会，现在休息。